梦想起航，就算是风浪滔天，也要大声的唱，不怕前方有再多险阻，要为彼此护航。放手翱翔，张开翅膀，在此刻梦里无可阻挡，坚定着希望，勇往直前，梦在未来绽放。Hello, Merry Christmas.Merry Christmas, Merry Christmas, 圣诞快乐。所以你们刚才都是在复述我的圣诞问候吗？没有啊，我说的是日文，我说的是韩语。所以啊，这是日文和韩文的翻译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觉得好像是中文最简单，是吧？对，所以坐在这儿的话，就必须要增加点难度，能应付各种挑战。Merry Christmas, 复述一遍。Merry Christmas。我就说说吧，官方啊，这小气的代名词，对吧？嗯。好好的一个原文在哪？现在沦落到这种地步，一个榜，一个小小的栏目。你们就知足，看你们俩坐在中间。话说去年这个时候，我们在干嘛？好冷。雪已经积得那么深。Merry Christmas to you。我深爱的人，别急了，先介绍这档节目。都不是我们的冠名了，还介绍他干嘛？对，这就是我们的 TF 少年 Go。没错，你没有听错，我们的节目又回来了。但是，接下来的节目还是原文在哪？原文在哪？让我们来看看 TF 家族各位在圣诞节期间对自己想感谢的人写下了什么话吧。谢谢大家一直对我的支持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， Have a good day, bye。 圣诞节快要到了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，新的一年也快来到了，祝大家心想事成。圣诞节要到了，我再次祝大家圣诞快乐。当然，如果你碰见了一个很粗很胖的老人，他把你装进他的口袋里，请你不要担心，你就是我最好的礼物。那一直在粉丝中心目中的形象就是英语很烂的那种，所以呢，现在给大家圣诞祝福就用英语了， Merry Christmas。 然后呢，也希望自己学习越来越好，也祝大家天天开心学习，天天 上进。我祝大家天天快乐，祝明年大家也快乐。Hello, 圣诞快乐， Merry Christmas。 希望明年四叶草也能继续支持我们 TFBOYS， 然后也祝我明年能够考上一个好的高中，也祝大家学习进步。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千玺。祝四叶草圣诞快乐，然后我新一年的愿望就是能一直坚持下来，然后希望大家也都支持我们 TF 家族，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新一年能多和 TF 的小伙伴们见面啦。二文，你觉得我们俩坐这沙发是不是特别的高大上，特别宽敞？那是。你鼻子上这是怎么回事？ This is fashion, nobody hold 得住。咱们原文在哪儿降级了？但士气不能降，不就取消冠名吗？反正咱也无所谓。什么叫无所谓？你无所谓，我有所谓。别冲我嚷嚷，奶奶。我们现在来看资讯。TF 家族乐队队长李子瑜原创了一首歌曲。哎呦，不错哦。随着渐渐临近的年底，大家关心的 TF 乐队又会有什么动作呢？这不是废话吗？最近 TF 乐队的队长准备了一首新歌，而且新歌还是李子瑜同学首次尝试作曲的作品哦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子瑜，我最近写了一首新歌叫做加油鼓手，是我自己做的曲，然后希望大家喜欢。当然，一个乐队的很大一部分亮点就是拥有原唱的水平，那么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李子瑜的这首新歌唱作品。就是上前段时间，因为我知道鼓手他就没有父母，也不叫没有父母嘛，反正没有父亲，而且他又很阳光很乐观，也没有什么很消极的那种情绪，然后所以就想鼓励他，然后就给他为他写了一首歌。
样讲，大家呢现在看到我们新家都装修好了，我们先来评论评论这个新家怎么样吧。从雨寻开始。还好吧。多说点话嘛。那就从我们的雨浩开始。我个人还好，这个墙纸都装得很亲切。请问一下，装修多少钱？我怎么知道？但是你不觉得这装修很高大上吗？不，一般一般，世界第三，装修不错，地很好。这个沙发高端大气上档次。该你了，上上一期里面来你就说说怎么样吧。还可以了。然后大家看到这些装饰呢，都是我和小凯贡献出来的吧。既然大家来到我们的新家做客呢，就要请大家喝点东西，对吧？苏儿，去端上。帮我请。好，这六杯水呢，有五杯是柠檬水，然后有一杯呢有问题。我们来喝吧，喝吧。好，我先。你举着。这边。算了，要不就。喝吧。好，我先让我没有。要碰杯吗？先，每人喝一口。喝一口。完了。我感觉有人有病。我发现现在脸色不对啊。错嘛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来。说说正题，不是快要过圣诞节了吗？然后呢，大家最近都收到了什么圣诞礼物啊？还有就是想得到什么圣诞礼物？还有就是送出去什么圣诞礼物？我先，第一个呢就是收到过什么圣诞礼物？我觉得最爽的一次呢就是收到一个篮球，是一个夜光篮球，它的那个边都会发光的，晚上呢就是发荧光。然后打起篮球特别帅。我来说说我想要的东西吧。还是这个就跳过吧，我就不说了。还有就是送出去过什么圣诞礼物，我就记得我上六年级的时候，我们同学，然后他正好是在圣诞节那一天过生日，然后呢，我就送他一个大大的礼物。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，在重庆这边呢，就是圣诞节晚上，就会拿很多的那个。充气的狼牙棒去打，还会呢用那个雪花，就是那种雪花往人家脸上喷。然后那天呢，我们几个同学就预谋好说，今天他放学，我们就在校门口等着他。那个同学一出来，我们就喷了他满脸的那个雪花。时间过了，对，好，自己不要开始。至于现在收到，他是雨浩，好，那就雨浩吧。雨浩，第一，雨浩，听到没有，李？我最近收到的圣诞礼物呢，大多部分都是巧克力那些啊，我也不知道是我也不知道是男生还是女生，说点话，我也不知道是男生和女生。我最想要的礼物呢，这个世界上最缺的是什么？请问大家 ，money， 对，最想要的就是钱，大量的财富。这个人太现实，不错。对，人送出去基本上送一些小礼物啊。或者那些糖啊，或者那种五角星啊，或者是巧克力吧，太多了吧，巧克力没有送。好，下面一个雨旭，这边让他先说，让这位小帅哥先说。我收到的礼物就是吧，一盒大的，一个大的那个巧克力，非常非常好吃啦，而且我送出了一个礼物就是，送出了一个大大的篮球。是你送给我的吗？送给王源的。然后呢？那我来吧。以前收到一个，不是，收到一个就是睡衣的牛的那个衣服，那个。就是那是去年还是前年？忘了，好像是前年。好像我还很小，就是。是的，里面那个非常小，非常小。这是我们家的玩。好吧，那你下一个。二文。我以前收到过的圣诞礼物，情书。说吧，没有，只收过棒棒糖、糖这些。然后我送给别人的也只有棒棒糖。别思想这么龌龊。龌龊是什么？解释一下。那叫龌龊。继续。反正得到的送出去都是棒棒糖。然后呢？刚才不是喝了水吗？然后现在来投票。
谁刚才喝了那杯带醋的水？王俊凯。王源。我对王源。猜猜，你投了我，对，投了我，你投了谁？都投了我是吧？我投了王俊凯。没错。好，我是五票，我是四票。不是，我投了他。好，那我是三票，然后他是一票。然后王俊凯是一票，要么是王俊凯，要么是刘志宏。那来公布谁刚才喝了？不是柠檬水，不会是？大家可以品尝一下。来，我跟我没有这样子，我就说要么是刘志宏。那到底是谁喝？你喝了是吧？嗯。那他就挂掉了。然后呢，你挂掉了，你就完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以后你都不能参加。原来这样讲了。好，是开玩笑。接下来呢，就是大家所期待的游戏环节了。今天的游戏环节呢，叫做愚蠢的二十一点。大家看到手上现在有一副牌，游戏规则呢就是，这不娴熟的手法，就是每个人随意抽两张牌，就抽两张牌，然后放在自己头顶上，然后呢，自己决定自己抽不抽第三张牌。如果抽第三张牌爆掉的话，那你就挂了。你就要接受惩罚，喝那一杯带了醋的柠檬水。如果没有超过二十一点，离二十一点最近的人呢，就是这个游戏的赢家。然后呢，大家当然可以，因为自己看不到自己牌嘛，所以尽可能的误导别人，让自己不是输掉。然后呢，这场游戏的胜利者呢，可以获得一个权利，就是随意指定一个人喝下那一杯水。那现在就开始了，来，我先来两张。先来两张，直接爆掉。再怎么也不会。来爆掉。来两张。哇！你太伤了，这边跟这边。再来讲。哇！哇！你太伤了。不要不要不要！不要不要！你还没亮出完呢，好的，然后大家注意摸不摸。然后我看。两个。我宁愿爆掉。来吧。能为你们爆掉？我不摸，我不摸，再见。爸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了，再见了，再见。来，拜拜。现在就亮牌了，亮牌了。亮牌，三二一。哇，九，十一，十七，我是二十六，我是二十，十六，十七，我可以指定一个人了哟。哈哈，你指定我吧。然后呢，我这样，指定我吧。不，哎。是这样的，因为有一个人爆掉，所以爆掉那个人要喝一杯，对吧？不，爆掉人把这个喝完，然后那个不爆掉，爆掉先喝一杯，了先喝一杯爆掉的，很苦很苦。然后我再想想，来吧 ，Very cool, so cool, pleas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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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喉咙的 ，Beautiful, beautiful, please, please, 加油，来吧。好，然后呢？哎，等一下，倒上，怎么样？味道怎么样？熊上，我红了。二文，我告诉你一个事，我们关系这么到位。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喝的，但是怎么还是要让你喝？来吧，这就叫成果打击。喝吧，来吧，来吧，舒服。对了，不要慌张。来，我先，不要慌，我先。我的天！各位来个好人吧。哇，好人卡。哇，这么低啊！喝完好低，自己喝低，没有，王源哥来坐椅，我发誓，没有，等一下，听我说，王源刚才自己看了一下，怎么看的哈？哎，作弊，然后你这局直接输了，来吧，没有，绝对没有，绝对，我看见了，没有，等一下，先报了来，我看见你，没有，不要作弊好不好？有点诚信好吧，你良心，我要还要摸，我还要摸，王源报的了。然后先来，大家先看来吧。我还要，等一下，宁愿爆掉，我原来陪你来的。打，一个来，这边王。王源，我马上来陪你。我是多少？摸哇！爆！谁要摸的？我不摸了。好，准备亮牌。不，我给你灌进去啊！文哥，他先喝，我好累背的。我原先，到了，他先喝我的，你自己要看，快点喝了，赶紧的，好，现在喝，不喝你就活不了。
聊。你不喝柳王我以为你是主持人吧？啊，我的那边我。我以为你是主持人。我还喝那两个都喝。王宇，我告诉你，为了不是喝，我也是喝的人。就是哦。对，喝啊，喝呀。狮子不喝，蛇脚不喝，你们两个都要喝，你们两个蛇脚不，你们两个都要喝，没办法，你们都要喝。要慢一点，大喝。我喝酒，他去。慢，加油，来，男人我是。男人好难，好难，来一点一口。再看接着又有没有？你还没喝呢，喝两口，然后拜拜。有一人他还有什么经历？有这么坏的？有过吗？你刚才之前就了没有？啊，糟了糟了，我不行了，我要弃权。李某有志于健康，家族更不错。继续，还没喝完，继续，还没喝完。还没喝完。我要弃权。啊，还没喝完，再买一杯，没喝完。喝完了，我怎么这么恶心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啊，准备亮牌了，然后错了，你们三个准备亮牌了吗？亮牌，三二一，早就开了，十七啊不，十五，十三，好，我自己的，好，来吧，十三，指定谁呀？王源，看你这么可怜，跟着跟着，不错不错，真不错，没事嘛，就这样。王源，心你要坚持，指定谁了？了，指定谁？来，新同学，你还来，新同学，对了，哦，什么？来，不要说我们，在我们这里。这点头一起来吧，擦干泪一喝掉它，来吧，就当喝酒，就当喝酒，喝酒喝酒，白酒白酒，喝，哎呦，我喝吧，他一定是指定的喝，他指定你呀，喝啊，新同学，不要挂我，三二一，灌，灌，好，够吗？有勇气，有勇气，说话。我的运气一向的，让我来。不，上帝保佑我，佛祖保佑我。好少啊！来，来看一下。哇，这么哇，这个好运气，好色，好大，这个好大，好大，好大，好大呀！你这个，这是二十点的，二十点，二十点哦，真的二十点。决定罗天旭，你确定？我决定，我决定，我决定，我决定摸了，我决定摸了，我决定炸死，不摸，他爆掉一个，一个爆了，爆一个，还有一人，第一爆，猎豹二七，二十七点哪个？王俊凯爆掉，来还摸不摸？各位亲，不摸了，不摸了，亮牌吧，亮牌，罗天旭知道。二十，来吧，各位亲，我又赢了。哎，新同学，你不是要来灌我吗？看我感情，罗天旭，敢轻松一口吗？敢轻松一口，先放了你的来嘛。敢轻松，来，敢轻松一口。哇，来这边喝。爽吗？敢轻松一口。我发现一个规律啊，第一杯是最酸的，我刚才还好，因为这个水绝对快没有了。手都在颤抖，快点！我发现现在就我没有，别吐别吐别吐！现在就我没有，运气好的没话。那我们上来就战争吧。I know just how to whisper, and I know just how to cry. 来，我们三个商量一下战术。好，时间到，时间到。接下来的不错哦，接下来的不错，然后现在给我了，来吧。
子断了。你的生命好像都已脖子断了，挣回来了。你撸了俩。